6月6日，林志玲宣布结婚，丈夫是日本男团放浪兄弟成员 Akira。Akira 参演的第一部电影作品是2008年上映的由井上真央和松本润主演的《花样男子》。Akira 也曾参演由刘伟强执导的电影《精武风云陈真》。据悉，8年前两人因主演舞台剧《赤壁爱》相识，自去年底开始交往。Akira 表示，林志玲在工作和生活中展示的强烈责任感和温暖的个性深深吸引了自己，他希望能在今后的人生中为林志玲带去最大的幸福。非凡娱乐实时报道。